这什么鱼？板桃。板桃啊，很简单。国语怎么讲？板桃。这我都不太确定啊。我嘛不知道。这几乎来咱才有鱼仔糖吃，你知无？啊，事实上来咱拢无糖吃，咱拢钓无啊。鱼哎，不像你们喜欢吃鱼。哦，我们超喜欢吃鱼的。来做两只哦。对啊。不、哦、用。你看，这两只哦，一个大的，一个没大的。啊，这边咧，你这边咧含含钱的，对不？哦，有够香的！我这边在烤地瓜了。地瓜马铃薯，还是马铃薯吗？还是两种？两种。嗯。然后这边已经开始在吃了，吃的整个嘴巴都是了。这这样的小黑嘛。嗯。啊，长大怎么办？没有辣椒可以吃了。嗯。挑战地狱辣椒。好不好吃？嗯。你现在吃什么？这个是，很厉害的那个更。谁？夫人呢？哦，很厉害的。等下要要吃恁老丈人的夫人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啊上。哇，各一只虾啊嘞吼。你妈哪虾啊？你的啊？人家留给你的嘛。老板娘的。我们吃老丈人的夫人，恁阿姨讲痴痴的笑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应该行吧。这一杯。我有恁行吗？你有看行吗？嗯，有。啊，恁讲要做麻辣，迄落迄汤汁里头。我找够了。那个麻辣，嗯，没办法。好吃。嗯。啊。又见面了，两个是网不见面。我们今天一直错过啊，然后突然说，哎，你在啊？哦。不用不用，这样就好。哇，这一锅真的很大锅。对呀、啊。不用这样就好，不管了。这个。感谢一下那个。指头摊的老板呐、啊，对啊，哎、欸、人呢？他8点才会来，哦，是哦，还有要忙别的事。是啊、哦，好了，那我们就自己煮吧。对，我们自己煮。我们他交给我自己煮了。其实这是熟龄煮的，我帮煮而已。你帮煮哦，帮忙拉而已。对，帮忙拉拉的就好啊。爱拉多久你知不？拉几棍？大概一棍。香菇，而且他大香菇好大、嗯、大只哦，拢无称呢。我连洋葱都可以整颗的。对呀、啊，整颗的。因为熟龄，等一下你在这里。这个只有我们南投的车具才有了哈，对啊，其他的车具就没有，只有欧链而已。对，因为老板娘只会煮欧链。对，我下次应该煮欧链，可以卡烫来煮。要求哦，啊，你是烤？你把红的也放在里底蒸久啊，紧啊，再卡烫嘞。嗯。哎，我小时候都这样洗澡啊。比我孙子的那个卡烫都要多。真的啊。他们专门蒸拎到卡烫。哦。对吧？哦。你看嘛。但是它有冰箱的，这个是。那身上有冰箱，我们身上没有啊。对，啊，到时候再没掉我还要连电话去卡，行动冰箱。是，大嫂有啊，加了，他老婆的，他说，伊讲啊，地主已经在，叫伊等在去扣伊啊。等你啦，你准啊，真正扣我哦，你扣的时阵你跟我讲，哎，我来买糖来到家。我讲咱就可能，伊讲伊去买一个干妈，伊就买一个干妈。然后我讲我买过。来自哪里？哎、欸，你那么小心，我只要一百五块，我三个去菜市，安尼五块，一只五块，安尼话，你敢知我哪都卖偌济？偌济？卖万几块？要收嘞，五块。我只只五块哦，大细只拢五块。老姐，我讲，你这条通路无，我去看看会使无？这条通路我是我帮你拍。卖五块。五块拢是五块。难怪你是卖五块的啊！五块，五块，上面拢五块，只只拢五块。哎呀，给他抬掉，我就叫伊走。对啊，啊罗姐，阿妹一百，佫送两只。真正，你来，我这条通路我帮你跑。好，是啊，我帮你跑嘞，因为我当外务，啊，所以我先我有路线。嗯，好，真正，我帮你跑。哎、欸，那个，我们要拍一段小视频。哎，谁？哎，我们俩，另外俩，你要帮他征婚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发现哦、喔，不是，我发现我们今天来自都台南帮的，真的很热情，你知道？来，台南的举手，台南的举手，台南的，台南的、喔。
你看都台南的啦，你看。广播下张。哇，今天的车距好热闹，还有人帮我抓你，你看啊，抓龙。台南没有对不？还可以。还可以哦。北河哦。这些人哦，都第一次参加车距，你看热闹成这样子，夸张啊，对不？我们家的长什么？我们家的长啊。客人回家了啦。哎，怎么变害羞了？恭喜你来！好啦，可以啊。我们参加车去为了什么？开心。对啊。哎呀，啊，你看我老给得啊，别在讲。哎，你们这样子一人一句话，你知道我们小编多难上字幕吗？小兵就是叉叉叉叉，对啊，叉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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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会说，哎，每次小兵问我说，啊，你在讲啥？他们在讲什么？没人知道。其实开心就好了，哦，好了，都是来自，没啦，不是，我们一起，没有，我们，你又偷喝了，你来，高先生是你，幸会幸会，很开心很开心。跟你讲，车泊最高境界是什么？要随遇而安。怎么样要随遇而安？像这样子，你看哦，这么亮，大家都还没睡的时候，如果你可以像这样子，我都不经过，然后这边两个都睡着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出来直播了。我这样讲可以吧？为了不怕他们吵，你看自己这样，把自己灌醉。这不是灌醉，是每个人都要很好睡，因为不是你要去适应这个叫大自然环境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没办法适应这种大自然环境，你看，我们都在这边，哎，你怎么躲掉了？你看，老板娘睡成这样，有没有？对，你看，老板娘睡成这样了，我还没睡。那你看，四少睡成这样了，你看，卤蛋还没睡，你看五八睡成这样子，小鱼还没睡。想睡就睡，这个就是车泊的精神，真的啊！你不用去等待另外一个人，当你想睡了，你看他就爬上去睡了。你干嘛要这样子？而且我们还在这边，反正你最后也会回去。啊，对啊，你还是会回上床的。你看就在睡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这个也是，他老婆就在睡了，还在吃东西，还在吃东西啊！真的哦。哇，他还在。所以我们应该转战场。对呀、啊，换你家吗？可以啊。真的還假的？他就上来在整理。哦，其实我还是讲一句话，出来的时候就是，只要不要吵到别人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开始就是放低音量，然后想睡觉的人就去睡觉。老板娘就是这样子，时间到了，默默的上床，然后。那边也默默的上床，然后这个人还没爬上床就躺在椅子上面了。先补眠再说。嗯。已经有一支三枪了。我们已经把野外当成是家了。对啊，特别好睡。特别好睡。我发现这些人都好厉害，其实我也是这样的。是不是老板娘？你看睡着了，不讲话。哎，对呀。不是你一直 cue 他。你说什么？卖个唱。卖个唱。好啦，我不吵你了。